大家好，我是小安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夏天到了，是时候该穿裙子，该露肉了。你还在为肚子大、腿粗、脂肪比较多、肥肉多而烦恼吗？赶快试这个苹果加绿豆，三天瘦七斤，效果很给力，不节食、不运动，掉肉特别的给力的。做法也比较简单，适合多种人群，我们跟着视频了解一下。我们先来准备苹果。苹果是一种营养比较丰富的水果，苹果有促进消化、增加食欲、通便润肠的作用，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。吃苹果不但可以减脂瘦身，还能够美容驻颜呢。苹果果胶比较丰富，营养比较全面，苹果可以中和胃酸，能够促进胆汁分泌，增强胆汁酸的功能，对消化不良、腹部胀满有很好的帮助作用，尤其对脾胃虚弱引起的消化不良有特别好的作用呢。吃苹果不要过量，每天吃一颗就可以了，否则会引起胀满呢。苹果低脂、低卡、低热量，比较适合减肥的人群使用，怎么吃都不会发胖。苹果含有较多的锌元素，儿童摄入锌不足会导致严重的影响智力、记忆力。多吃苹果能够保证锌的摄入，有益于儿童的智力、记忆力的增长开发。此外，苹果中的胡萝卜素被人体吸收后可转化为维生素 A， 能够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，建议小朋友们可以吃一些苹果。苹果中含有鞣酸、有机酸、果胶、膳食纤维等物质，可以帮助吸收肠内的细菌毒素，从而能够达到止泻的作用。苹果中的膳食纤维可以使大便松软，有机酸成分刺激肠道平滑肌蠕动，帮助促进排便，都可以食用一些苹果，能够起到很好的改善作用。我们可以每天吃上一颗苹果。老话说，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再准备黄瓜，我们把黄瓜洗干净。黄瓜也是一种减肥的好食材。黄瓜的脂肪含量比较低的，低卡低热量，怎么吃都不会发胖。减肥的人群可以把黄瓜当到水果吃，很不错。黄瓜含有苯丙二酸、胡萝卜素、纤维等成分。黄瓜中含有多种的元素，比方说锌元素、硫元素、微量元素。经常吃黄瓜能够很好的补充维生素。相关研究发现了，黄瓜中含有的黄瓜酶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，扩张皮肤的毛细血管，增加血液循环，增强皮肤抗氧化。黄瓜还具有美容的效果。黄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能够满足皮肤所需要的养分，达到抗衰老的作用。黄瓜中含有纤维素，这种纤维素可以加速肠道的蠕动，有助于体内宿便排出，营养丰富，可以清扫血液中的多种垃圾的。经常吃黄瓜还有助于预防肾结石的发生。黄瓜中有一种激素有利于胰岛素的分泌，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辅助性的治疗效果。黄瓜中的胆固醇能够降低胆固醇，而黄瓜富含膳食纤维、锌元素、镁元素，都有利于调节血压，预防高血压，减肥减脂又瘦身的，营养很丰富。绿豆具有抑制作用，绿豆提取物对葡萄球菌有抑制的作用。绿豆中的单宁物质、原生质可以产生活性的物质，通过提高免疫功能，发挥菌类的作用。绿豆所含的众多的活性的物质、生物碱、皂苷等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，增加吞噬细胞的数量、吞噬功能。绿豆中含有的苯丙氨基酸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，
使粪便更好的排出体外，达到减肥瘦身的效果。实验表明了绿豆对某种肝癌、肺癌有很好的预防作用，可以明显的抑制作用。绿豆中的提取酶营养丰富，吃绿豆可以解百毒、解砒霜毒、解野菌毒，营养比较丰富的。绿豆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绿豆浸泡成了绿豆粥，含酶量比较高，可以润肺，保护胃黏膜。绿豆中的蛋白质有磷、农药、汞、铅、化合物，可以减少毒性，不被毒素侵袭。高温时候出汗了，可以喝绿豆茶水，能够很好的缓解疲劳，缓解温热。绿豆含有丰富的有机盐、维生素。生姜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调味品，同时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，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药。生姜自身的辛辣味道渗入到菜肴中，使菜肴更加的可口，味道清香，健脾和胃，促进食欲。生姜所含的姜辣素刺激舌头上的味觉，能够刺激胃液黏膜，并通过神经反射肠胃道充血，增强肠胃的蠕动，促进消化液的分泌，使消化功能增强，从而起到开胃健脾，促进消化。所以着凉的时候，感冒的时候喝一些生姜茶水，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。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破壁机里面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我们按迷糊模式搅打就可以啦。打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啦，不需要放糖，这样喝起来非常的好。想要减脂瘦身的朋友们，晚上不要吃饭啦，喝上一小碗苹果绿豆粥，可以很好的增加饱腹感，减脂瘦身。因为这里面的食材呢，又有水果，又有蔬菜，还有豆类，营养比较全面，并且都是低脂低卡低热量的食物，特别适合减肥的人群吃的，怎么说都不会发胖，吃上一小碗就可以啦。这道减肥粥喝上三天，你会发现大肚腩不见啦，腿细啦，腰也细啦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又好看又有气质，穿裙子穿任何的紧身衣服都很好看的，不需要节食也不要运动的，效果很给力的。如果想减肥智障者的朋友们，收藏起来试一试，坚持几天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还有收获的。好了家人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觉得我视频对有所帮助，请你帮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，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。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小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